我们今天呢，经过屏东的万丹，然后我们去买了我们之前常常会去吃的鲔鱼便当，然后第二个规格就是鲔鱼饭，第一个就是这个，看到没？满满的，然后你不要再把脸遮住了。前面一点没关系，它已经定焦了。小份的。哎，我就开始试吃吧。迫不及待，已经很久了，我们可以来试吃了。嗯，其实今天呢，本来是要去龟来买那个肉霸丸。霸丸，可是我觉得它的路途有点遥远，是一个是南，一个是北啊。北屏东，一个是南屏东，啊，所以呢，就刚好顺便经过，就去买鲔鱼饭。于是乎就买了鲔鱼饭。于是乎啦，啊，那可以卡掉没关系啦。你以为很好剪哦？那你要学剪片。啊，开始开动喽！开动，开动。你有菜？你看他们的那个。这是什么龙须菜？他们是加沙拉，有点特别啊！上面撒的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嗯，素食香肠，这个会点点来的，可是沙拉不够。沙拉不够再另外再买，因为我觉得它还蛮好吃的。嗯、我们不选择在。店家开箱是因为不想影响其他客人，我宁愿自己买回来。然后你要讲什么讲怎样都没关系，就不会有其他干扰。然后这一份70块，之前刚吃的时候一份60，现在可能是物价越高，现在上涨。所以以前没有鲔鱼便当，之后才出来的。以前也60块啊。以前鲔鱼饭大份的50，小份的40，现在变成涨价了，10月1号开始涨10块钱。啊，对啊，还有一个东港的普通也很好吃。它虽然是写说东港，可是我们买的地点是在屏东万丹。嗯哼，它还蛮好认的，在转角的地方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po那个地址，还有贴图，还有什么都贴上去。所以不是业配文啊，我们只是介绍说哦，我们这家我们喜欢吃，把自己最生活的一件事做出来。那我们已经饿很久了，现在已经是1点多了。我们从10点多出去，饿到1点多才开始开拍开始。汤都从热的变成冷的，然后汤都受不了，小强不会受不了，小狗没有吃鱼就这样，小狗是不能吃鱼，所以现在我们的老板都不能吃，懂吗？我觉得他便当不错，他有凉拌的豆腐，那个烫青菜，然后家人也蛮多的，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分量是很大的。他那时候还没有想要拍这个，他说一直都没有分享，是后来才想到，突然间今天经过万丹才想到说还有这一家，临时变卦改去吃鲔鱼饭，对啊，原本要去吃龟兰霸丸，不然今天应该是看，今天拍的应该是霸丸，嗯哼，有机会下一集会有啦，就我们想到的东西啊，想到的美食啊，但是我们拍的形式是不会在店家里面拍。因为不想影响其他客人，也不想要说去影响说店家的生意，因为他们有时候还蛮忙，就大概会派一下外管，然后外带包裹箱，或去其他的场景里面去，其他的地方去拍，有可能在公园的户外啊什么之类的。因为发现屏东还蛮多地方，还蛮多美食可以介绍给大家分享。你有多少美食？好
淡美食，对，仙侠客，结果他变成仙侠客，他可以外带，对哦，嗯，还有那个炒冰，可以外带吗？可以用，内用外带都可以。因为什么不想要在店家里面拍？是因为之前好像看过报道说有个直播客嘛，也是去店家吃东西，然后就是说是想要直播的拍店家的东西，然后吃完就忘记给人家付钱，就走掉了。就是他就觉得，我就觉得说这个新闻或者这个人真的有点夸张，吃相会有点难看，因为我们是美国人，对。请大家见谅。对啊，看看看看，之前的鲔鱼便当比较少，之前的分量很多。如果你是那个鲔鱼饭的话，那分量就比较多，这样，那这样子他们才看得到。你就夹一个看，那么大一块，就比较小。刚被，你看，干暖暖暖。然后他要附清汤哦，那也不算是清汤。这家店里面还有很多清汤里面还有那个这个，可是你有时候去买鲔鱼饭，你还可以加卤蛋，加卤蛋好像十块吧。嗯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填菜单地址。再播上去给大家。那你结束到这样？等一下。我看到他在躺平上。剪，前面不知道怎么剪，因为录坏了好几个。小郭一直在跟我吃。他现在不错。觉得差不多。那这个好吃。这是龙须菜的，好配那个甜点。对。它应该是素食香肠。那还有藕类。什么藕类？用糖粉来。快吃完了，小果冻是嗯，吃上有点不好看。就拍这个啊，你早上多少点要求自己不要太多做，正常一点，就拍个吃喝。有没有人看无所谓，是不是拍个记录的方式？嗯。啊，今天看我们吃东西就到这里了，因为已经吃完了。好了，拜拜。